这么粗暴？我爸他们会，我可以去给他抱抱。我们最小的要去面对最恐怖的，他最年轻。其实这段旅程感觉一点都不好玩，但就是因为有你们。我不是一直，我不是一直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就是如果单单做这件事或做这件事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其实自己一个人做的无厘头，就是对，很无厘头或什么。但就是因为有你们，所以这件事情才觉得有意义或好玩。对。开始你没有镜头，你完全都拍你的脖子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？可是我这几天其实很打开自己，有，就比以前好很多，吐槽更多了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我自己是走了很大一步，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容易敞开心房。对，其实我说实话，真的很喜欢你们啊，讲得好，好害羞，想要好好珍惜现在或是以后想要跟你们相处的时光。就觉得说，人生的道路上虽然很长，但是呢，虽然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挫折，但是千万不要放弃，你这样就可以成为完美的自己。好耶，感觉出来你的努力。就是因为其实我很少会去到就是比较。要说安静嘛，就是比较就是大自然的地方，而且因为我又很我自己很不习惯孤独跟一个人跟。觉得没东西在旁边，所以我对于很安静的环境或什么，我会抱缺乏安全感。然后，所以就是这一次来，我觉得，哦，不要哭了。我想要听他哭的点是什么？就我觉得，因为我平时其实就是一直要说活在一个就是手机的时代嘛，其实都已经很都市化，然后这是。就是我们第一次一起，就是做一些可能平时不会做的事，像是一起开车去买菜，或是什么田野中奔跑拿早餐卡，这些是我人生绝对不会想去做的事情，很开心吧。而且我觉得这趟旅程有点太短了，好烦，都流鼻涕。